现在玩到女巨人那边了，那可能再过个几轮就开始要直接进入第二季，现在还在第一季的第一阶段，又想要 BT 了。泰坦降临三的话，我觉得没意外，可能还会再出吧，我觉得会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老头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去吃东西啊。饿了去吃东西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现在好像是打到一半了，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玩到什么？女巨人第一次被我们击溃之后，不对，我们上一集女巨人好像得知了某某事情之后走掉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呢要接下来的剧情，没马的话无计可施啊。你觉得一代还是二代好玩？我觉得二代的话，内容变多了，丰富的程度变高，我觉得二代可能会比较好玩一点，游戏性啊。一代玩到后面基本上就已经无敌了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装备的数量太少了，然后很容易就没什么东西了。那二代是内容太多了，有点消化不了。戻ってきたのはあいつの馬だけ我是这么觉得啦。だが、俺たちの馬も連れてきてくれりゃいいのに。完了，斗篷突然出现这样子。既然知道对方的目标是爱莲，就要尽早通知他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得知了女巨人的目标是爱莲啦。然后我要干嘛？我们去维里班那边吧。我们去维里班那里。そりゃあの巨人を追い抜いて、你的意思是要超过巨人，找他先一步到兵长班那大边？丈夫なはずないだろ。阿米说："怎么可能办得到呢？危険度は波の巨那人家伙比具じゃ有ないんだ。智慧，危险程度跟一般巨人不能比どう動くにせよ、体勢を整えてからだ。等重整今队形之后再决定采取は俺たちの馬什を么行待动。只能等马回来了，马现在跑去吃草了，这样子。我是觉得这边好像有点分歧。如果选择不一样，会不会玩到不同的剧情部分啊？就是，剧情照走，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不一样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我要选拖拖拉拉，太浪费时间了。まさか一人で你打算一个人去？当然，因为我是主角，我不会死的。仲間が死にに行くのを黙って見送れってのか。我不会死啊，你放心啦、我有主角光环。我真的走了、待ってくれ。这真的有分歧哦。無事でよかった。あなたが心配で追いかけてきたの。リヴァイ班真的有分歧哦。一人じゃ危険だよ。私も手伝う。我跟着克里斯塔。哇，与克里斯塔一起取得爱莲的情报。リヴァイ班がいるってアルミンは言ってたんだよね。这边有一座塔。各市の情報とは違うけど、私たちは信じて。我这样催马不会过来啊，马在下面太远了。予定はここでいいわね。什么东西？奇袭。余裕余裕。马表示老子要吃草，真的在上班。马罢工了哦、喔。这里死路一条。马罢工了，马罢工了。我的马瞬间移动，从后面出现了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哇，跳好高的巨人哦！战马也加入模组了、真的假的？期待你的模组可以完工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リヴァイ班がどこにいるか知りませんか。リヴァイ班、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るわけがない。作戦企画士の配置と違うだろう。この人馬表示我是魔法师 ，I'm magic。近くの班を馬儿。朝目标地点移动来取得爱莲的情报。この辺り。就是一直探索点这样子。
怎么感觉突然有点像魔物猎人啊？寻找足迹。哦，杀了几只巨人之后，就知道艾琳的方向在哪里了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我靠，这只好壮哦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么 man 的巨人呢、欸。这看起来像比利海灵顿。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妖精之身，怎么瞄不到头哦？一招毙命。我有居然没有死哎、欸！哦！啊！やめ！不要！救救我！我救我！我没有瓦斯了啦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去死啊！太猛了，下不了手。老头，你有在玩《我要活下去》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如果你有在这款游戏看到我的话，通通都不是我。啊，不要被骗了，千万不要被骗了。死ね！我速度太快，歪掉了。到时候要强化我的武器了啦。这边的巨人我伤害没有办法一击必杀了。嗯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那个嘞，科尼的副任务跑去哪里啦？不见了。后面那个吗？哇，不是太慢就是太快。七星种，他在跳舞，他在跳舞。哦，科尼的救援是这一只啊，把他打死就好了。了解。助かったぜ。おかげで拠点はできたが、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に拠点が必要なんだ？我先弄一下据点，补给一下，补给一下。然后再往哪边？往这边。哈哈，这干嘛？哎，阿内姆汤哦，你个巨人！不要猥亵啊！啊，太猥亵了，这不行，先除掉再说。爬在墙上的巨人。哎、欸，不要抓，不要！我要克里斯塔。好硬的巨人。安安你好，黄品线。哦，那个安不要洗太多啊，那个会有点挡到其他聊天室的啊观众啊。甲虫巨人出现了，来，这个一看过就是知道有玩过甲虫王者。他立志要当甲虫王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你们有没有玩过甲虫王者啊？我是没有玩过啦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有这个东西啊，是卡牌嘛，对不对？これ以上は行かせんぞ。また戦ってるよ。助けに行こう。两台电脑同时开工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做模组的都蛮累的啊，我说真的。去死吧！我来救他，我来救他。爱吃肉的沙夏。死ね！哇！准准准！我来啦！呜！
人を食い止めろって命令なんです。お二人も手伝ってくれませんか？这样就到了吧？哦，有了，与沙夏共同讨伐巨人。行。哦，又要救人了，烦死了。这一局要救人才可真多啊！啊，那边有一只肥仔。要打这两只吧？哇，跳高、哦！哇，这家伙很行哦，跳远高手。行くわよ。死ね。巨人の討伐に手を貸してもらった。別死、死太多。第一章集是第一季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第一季是到某一个阶段就算是第一季了。该怎么讲啊？第一季有他第一季的某个段落啦，应该是这样说啊。女巨人被打倒，大概就是第一季结束的时候了。太早按了，哎，怎么没有啊？巨人不是胖是瘦啊，这边的巨人胖瘦都有啊。说一下这个。こんなに巨人が現れるんだ。睡だ。急いで助けよ。安安你好，彭金德。里尔里尔里尔。拠点を作るなよ。所以说接下来干嘛？ある巨人がエレンを狙ってるんです。下一个情报找不到啦。確証はないが。在干嘛？哇，这个巨人，这巨人喜欢吃地板哦。我们来看他干嘛？嗨，你好。哎呀，头发是金色的哎。啊とは私たちで何とか見つけよう。見て、縁談だよ。嗨，你好。行ってみよう。今度こそ何か手がかりがつかめるといいんだけど。干嘛？哦呦，真会跳啊，这家伙！哎呀，转个弯，角度不好抓啊，一直乱动。喂喂喂喂喂！哇，花式呢，这个家伙，搞到我没瓦斯罐了。哦，差点被他抓到，好险！啊！妈呀！唔汤唔汤。哦，又来一只！討伐開始。いい動きをしているな。哦哟，3148暴击，我的刀也坏了。哇，那边巨人瘦多的啊！一只一只慢慢打。哎，我被发现了，不能瞄准了。发现佩多拉被抓到了。リバイ班の人じゃないかな。哦，哇！这灵活的胖子啊！真行了吧？最后一集，有没有成功拯救了佩托拉？耶！佩托拉入队伍了，太棒了！我们捡一下物资啊！是跳跳高手，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。安安你好。有想过要拍 PUBG 吗？没有哎。没有没有太多的兴趣啊。然后偷臭呆本来要当马。巨人表示我在练倒立吃草，谢幕吧，科科。他们搞不好什么都吃，好不好？
其实说穿了啊，这些巨人吃人类也不是为了肚子饿啊，也不是为了进食啊，是刻意的杀戮啊，不一样啊。这些巨人的所作所为啊，都是故意的啊。快乐吗？我要超进化了！有没有看到数码宝贝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要去哪里？怎么会有蹦一声？哦，有原巨人在后面啊！哇哦，角度不佳。刚好有物资，不错。安安黄红旗哦，不要打太长哦，会被禁言的危险哦，小心哦。外马嘞，外马嘞，外马底加，女巨人来啦！那太棒了，终于可以再对决一次了，好熟练哦。当然玩久了，当然要熟练啦、啊。哦，刚强而已，就思路太慢，抱歉。啊，嚣张，嚣张太，嚣张嘛？怎么台语怎么念？摇摆无路屁股，摇摆啊，无路屁股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玩那么久了，然后就吐槽了。节目效果。撤退はせず、そのまま巨大種の森へと侵入した。わ、原来是魔物猎人的古代树树林。こんな場所じゃ巨人の接近に気づけません。会不会遇到苍龙？分かりきったことをピーピーわめくな。あ、会不会遇到火恐龙？そんなことできるわけねえだろ。お前ら剣を抜け。それが姿を現すとしたら。哎呦，准备了。一瞬间的事情哦，哪时候从哪里出现都不知道哦。これで愛しのクリスタを探しに行けるぜ。哎，我的马嘞！你看这个马多笨！原来是只兔子啊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马呢。我要先去救人。この班の使命。这个米卡莎好像是 S 级的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只有唯一的兵长是 S 加，太扯了！我要断了！哇，阿公骑行种！哇，瓦斯哦，刀刃坏掉了，刀断了。なんで俺は人の力にばっかり頼ってんだ。我救了米卡莎吗？自分で戦えばいいだろ。现在干嘛？哦，现在往那边走。巨人化が許されるの。哇塞！自分の命が危うくなった時だけ。エレ。超自然震动。お前は間違ってない。一秒震动十万下。やりたけやれ。俺にはわかる。好，破土了，破土了。こいつの意識を復旧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。え、あるね。え、え、え、恢復正常了。可恶。選ぶ。自分を信じる。自分を信じる。女巨人出现了啊！我死定了。难打的家伙出来了。エレン、信じて。信じて。悲剧开始了。我到底要不要咬呢？犹豫不决。好，他决定继续前进。他决定不变成巨人。啊，挂了。呜 ！Oh my god！ 继续跑。Surprise！ 足智多谋，这艾尔文团长，万箭穿心流，
成功了。一旦別行動。適切な距離で、あの巨人からエレを隠せ。いいな。あの巨人を生け捕りに。哦，他活捉他。成功啦！要相信我们呐、啊，这就是调查兵团的力量啊！这个混账小看我们，好，大话说在前头了。好喝吗？好喝啊，无糖咖啡。你们喜不喜欢喝这种美式的无糖咖啡啊？我觉得蛮好喝的、啊，赞！每次睡觉起来。啊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喝一杯无糖咖啡，好爽哦！九阴八卦阵，没事，我可以、欸。我觉得真的喝咖啡会中毒、欸，就是你一天不喝，感觉怪怪的。我是说真的，当你习惯的时候，尤其是怎么讲，长期熬夜的人啊，这种东西是很有帮助的。但是也不要过量啊，一天大概一杯至两杯差不多啊，那三四杯我觉得已经有点夸张了。像是刚才破音，像一天大概，我一天的话大概就一杯半左右，不会喝过量，喝过量会不舒服，会喝上瘾真的。老头，你的马子呢？在这里啊，我的马子在这里。Kiss 他，女巨人不是会叫巨人来吃他哦，那是之后的剧情啊，待会就会出现这个剧情了。我们直接开始吧，我有点懒得回去哎、欸，好像貌似是可以回去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不要回去一下？我想要先回去一下，回到过去的日常，哎、欸，这样我会不会重打、啊？我不要重打、欸，大哥，我只想先回去整理一下装备。我发现我伤害太低了，这边的巨人的血量大概都是五六千以上，我至少要砍个两刀，好才有办法把他弄死。哦，学点技能也好啦。哦，原来还可以回来，那也不错啊，还可以回来算不错了、啊。我们找一下爱莲。噔噔噔。好，这动画我就不看了，这个日常动画实在太浪费时间了。我们就专攻主线剧情就好了，因为这些都不是重要的，我重要只是拿技能而已。老头，你会跳舞吗？不会耶。无糖很苦哦，可是我觉得喝酒就习惯了。我是这么认为啦，喝酒就习惯了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苦。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很喜欢喝奶茶、啊，那种麦香奶茶有没有？哦，现在年纪到了，都不太喜欢喝那种东西啦，我觉得那种太甜了，反而不喜欢喝太甜的东西。敏捷加五，黑咖啡很苦，黑咖啡的确苦啊，但是再怎么苦。也没有人生苦啊！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怎么讲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喝啤酒？啤酒这么苦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？啊，他喝不是喜欢它的味道，而是喝他的心情，他的苦涩啊，人生的苦已经盖过这个啤酒的苦了。啊，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啊？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觉得人生已经苦到喝啤酒都不觉得啤酒是苦的了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真的没有人生苦，真的人生已经很苦了啊！搞不好你连喝苦茶都觉得是甜的。哦，没有啦，这太浮夸了啦，这有点浮夸了。老头，人生苦吗？有时候吧。我觉得每个人到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他苦的时候啦。但是我其实都还蛮相信说，现在苦没有关系，将来一定会苦尽甘来的。我都是这样相信，给自己打气啊。对啊，那你问我有没有苦过？我当然是有苦过啊，当然是有苦过的啊。
那现在苦不苦哦？我是觉得，我现在算好多了吧？啊、努力算是有成果啊。哦。对啊，就好比我现在经营实况这种东西，也是苦过来的啊，苦过来才会有如今这样子嘛。但是说真的，没有你们观众这样子支持，其实我也不会这样出现啊。对啊，其实你们才是贵人啊。说真的，其实你们才是贵人啊！哇塞，怎么突然现在我在直播的时候有打电话给我？我觉得先不要接好了，太危险了。老头喝酒吗？偶尔喝嘞，我有时候会喝，但不常喝。直接喝胆汁。哎、欸，我们真的没有喝过胆汁哎、欸，胆汁到底什么味道啊？黏黏稠稠像鼻涕，然后又是苦的这样子吗？我觉得我还没喝，我就先吐给你看了吧。啊！你不会挑时机，这一段都要剪掉了。但偏偏卡在我没办法挂他的电话。我要回他一下，我在直播啊。生きていくのは大変だわ。他太喜欢打给老头了，应该是妹子，不是妹子，是那个我的工作伙伴啊。やるわ。やるわ。啊，我要去那个，我要去商店购买部。哦，购买部在这里啊。啊，我要怎么过去呢？哦，飞这里。我去看有没有东西可以买啊，强化一下装备好了。你这没老婆的，是不是偷偷去相亲？没有的，哪有？哎、欸，福之子，好久不见了。美式咖啡好喝还是星巴克好喝？星巴克有美式啊，应该是说你要喝哪一家的美式咖啡吧？对啊，这个星巴克算是一个店名啦。那星巴克的美式好不好喝，见仁见智啊。老头，我的人生是黑白的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就。苦尽甘来嘛，好不好？老头，我记得你的台不是有个人会跳舞吗？感觉好像很好看。谁啊？谁会跳舞啊？你记错了吧？礼拜四断卡，辛苦了。麦香的话现在还好，我还是觉得麦香很甜，还是比较好的。老头，他有一个管管有才艺吗？哦，你是说杰威哦？杰威他会跳舞啊？哦，你是说那个管管哦？他有时候会出现，像刚刚有出现吧？现在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老头，美式咖啡和黑咖啡哪一种好喝？美式不是就是黑咖啡吗？还是我搞错了？反正我要喝的咖啡就是不加奶精也不加糖的那一种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我要的。哦，我们新增装备了，有什么多什么、啊？看一下啊。哇塞，这啥小？小夜鸟。那是念鸟吗？还是小夜屋？水晶紫匕首，我靠，这五颗星欸！可是刀身长好短哦，我的天啊，这个到底要不要买啊？要不要做啊？欸，拿这个会不会很炫炮啊？一级必杀效果，真的假的？有没有要做啊？做一下啦，拿个镰刀不错吧？一点嫌疑没有，我没有去相亲啊！相亲我觉得这东西太麻烦了，好不好？小老头要出现了，就跟你问冬瓜好喝还是五十兰的好喝一样，就每个牌子不一样吧。Seven 的黑咖啡我觉得不好喝，那它有点稍微有点套一些水就不好喝了。我们快要有小老头了，最好是哈。欸，是黑咖啡我都不喜欢，是咖啡我都不喜欢，不一定啦，有些人就喜欢啊，像我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就好比，哈密瓜有一种哈味嘛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啊，对不对？一样道理啊。哇，我没有材料了，不是这个吧？我们刚刚做的那个配套的那个是哪一个啊？灵魂香吗？一级必杀效果那个在哪里？
哦，这个啦，我要资材不足，干死定了，不能调度。哇，没有效果了，资材不足，死定了。哎，这把可以改造哎，我觉得我要浪费钱了哎。高耐久钢材，我觉得我们先升一下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啊，这个可以往上升，升到加三呢。哎，是哪个可以升啊？到底？这个是什么？帝王，这个是零四王虎啊，没错啊。我们现在是拿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欸，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他到底想干嘛？是这个可以升，然后这可以升成地虎，那我们直接这边就好啦。这是合成系统吗？还是怎样？二选一？但我看不懂。老头也在讲干话。咖啡我觉得真的挺好喝的，可是咖啡可能咖味很适合我吧。怎么办？结果我们是想要让自己的装备变强，不过好像没有变很强的感觉。195加太少了吧。果然还是材料不够啊！いらっしゃい。また来てちょうだい。走开呀！放我们回去了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打追击剧情了，就是去多花一点时间收集一下材料了，不然每次要强化装备材料都不够，其实还蛮懊恼的啊。我觉得蛮懊恼就是了，之后再说吧。认识祥林吗？我看过祥林，但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啊。哦，祥林做 YouTube 的嘛，我知道啊。我侄子有在看他的影片啊。对啊，然后你看侄子不看我的，有没有？认识阿神吗？认识啊，认识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刚去按摩腿回来，四月有连假了，老大好像可以哦。四月的连假我可能要出去耶。四月的连假我不知道，看情况吧，好不好？看日子。